大树的舞蹈教学呢，是创造营2020的主题曲你最最最重要。然后这支舞呢，我整体的感觉就是因为大家也比较喜欢拿它跟 Yes OK 做对比嘛，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，因为它可能节奏会相对于慢一点，在动作丰富程度上没有那么紧张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至少我学下来的话，我并没有觉得说它特别的简单或者说好记，就是还是不要觉得它太容易，然后它最多就只是动作的节奏上没有那么快，没有那么累，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跳跃的动作，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它也没有很简单，然后可能这也是跟你就是喜欢哪种风格也有点关系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我全部学都是宋茜老师的部分，然后我知道它应该也是跟包括跟这个最开始的 demo 的原版和这个学员的版本都有区别，但是我没有另加修改，完全学的是他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呢就是一个这样站着的，右腿弯曲，就送在左脚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这个前面部分仍然就是朝气蓬勃的做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样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很简单，五六记得手啊，从前面画过来，有一个这样拉过来过程，不要直接上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右左右左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立刻转到左边，三二，好，这边是个做胯的动作，三二呢胯在里面的。三二，我们先开始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看胯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微微向前倾一下。这边因为很快的连贯了，所以其实做顺了，还是很容易的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。就是一个过渡而已，主要就是腿向后踩，右腿向后踩，手就放在这边边。四二三四五六，还有一个就是胸口什么砰砰跳之类的，就是哒哒哒哒。好，这个动作注意一下，它是从下打开手掌，人太左边的，所以就是三二三四五六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接下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右手带着翻，二二，这边注意它有一个二二，左手也要上来，这样，反正宋茜是这么做的，就是它并不只是完全就转过去，它有一个左手带上来再转，就是有一个带过来的感觉，所以它就是大二三四五六。七八，又推一下，这个只是微微的向后冲下就可以了。七八，这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这边看一下，它是这样结束之后，扣你最最最重要，这个手就是两个八，但是它是先往前倾，再往后打开的，好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开始唱歌词的部分。先往前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往右画，手从胸前画过去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是它有麦克风的感觉嘛。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好，就是多少块？块有点就是左后右的感觉，然后带肩膀，踏，一二三四。五六七，五六到这边，它是从你的这个胸前画过来，六七，哈，这样，我看一下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就像画八一样，右手钻进去，左手上来，右手上来，左手钻进去，就这样，哈，哈。可以带一点这个胸的感觉，就是幅度大一点吧，就是踏踏。好，接下来
1234567822234，这个地方呢，其他两位老师好像是都有动作的，但是宋茜没有做，所以我也没有做。然后也算是在这边可以稍微休息停顿一下。所以这个地方一共有12拍，从上往下，1234567822234，一直到2234。好，接下来它有点往后的感觉，是抬右腿，5678，重心低一下，就压低一点。5678，手停到这个耳朵这个位置，从左脚往前抬一步，3234，就是要带过来嘛。3234，转到左边去。好，我们先开手，5678，两大踏踏踏，这样5678，这样的感觉。先抬左脚，就是5678。再抬右脚，5678，4234，左脚就是踏踏，最后4234手踩右脚上，4234，这样它有个群脚的感觉。哎呀，踏踏踏踏，转到这边了，4234567八，这边是有一个重复的感觉，就是先坐一下，再做大的上来，一直到底，这感觉。好，接下来。1234，踏踏踏踏，对呀，先从就是刚我们做到顶的嘛，下来手心都是手心这样下来的哦，就很顺的，没有变化。1234678，2234，好，1234拉上来有一个，就是同样是在同一个平面做的，这样斜上去，抓下来，这边腿都没有动作，好，再打开右腿。啊，但腿就是原地画下，没有什么画到后面没有的，就是打它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北极星嘛，它这个动作其实编的都跟歌词非常有关系，所以还是很好记的。就是1234，1234，这边交叉的，然后画到重心在左脚上，就是画到左边去，收右腿，5678，然后。这个时候我们只是简单的收右腿，但是它还是弯曲的。下个动作就是朝这边就站直就可以了。2234567八，落在肩膀上嘛，所以就是推两下肩膀。5678，好，接下来的四个动作其实我觉得是有 pop 在里面的，但是如果你做不出来的话呢，你就卡在你的肘关节、肩关节合作小小的 up 做一点，就是卡它的拍嘛。然后先朝左做，就是一。这两动作呢，都是手拳握拳，一就是2234，朝右边好，看朝左5678，就是踏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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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下来3234567八，就是在画到胸前之后开始并腿，那前面我们仍然就是腿是张开的，所以就是3234567八。这样，3234567八，所以其实只有4拍在转，3234567就并腿了，然后56呢没有那么慢啊，就是56就画开了，78，4234，这样。好，我们连一下前面的部分，从开始唱开始，5678。1234567823234567843234567八，1234567823234567八，3234567八，4234567八，1234567八，2234，这边头压低一点，5678，3234567八，4234567八，1234567八，2234567八，接下来32，稍微带点跨，3234，往后走，56。这个地方是有点弓背的，所以它就是有点压低的。5678，好，继续往前拉，4234，踏踏踏踏踏，
是慢一点的，拉，原地跳，大大大大，最后都停在，它有一个点，就像你弹回去就是踏，就是回原路返回的感觉，就是一二三四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跟前面类似，我们稍微快一点，大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这个地方接稍微就是稍微加一下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这边是一样的，后面变了。四二，左脚呢是直的，右脚呢不太一样，这样四二三四，踏踏踏踏，做两对。四二三四，收右腿，五六七八，压低。踏踏踏踏，五六七八，转到右边。好，接下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腿呢很简单，抬四下，手呢一二三四，直接右手上来了嘛，右手就直接过来，所以在上面三四翻一下，五六推一下，七八。好，接下来，二二三四五六倒数，它这就是踏踏踏踏。带点脖子的这种去脖子去耳朵去靠你的手嘛，哒哒这样感觉，然后腿就是很自然的踩脚后跟，手呢就是三二一，就是在靠你的手嘛，三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的感觉，是靠的感觉，三二一这样，踏，仍然是要从下面画上去，哒，但是快点哦，就打开，然后。仍然同方向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八四二三四，头苹果嘛，五六七八，就是五六七，这个五六七基本上都是蹲的，没有人没有太大幅度的变化，五六七八，踏你最重要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这个地方有一点赶，就是。踏立刻做下一个动作，所以大家这块脑过进激励一点，就是它这个地方接得很紧，踏踏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呀，先拉过来，一拉回去，就像一个陀螺这样拉过来拉回去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先踩左脚，五六拉下，七八，尖叫，好，接下来。左脚往前拉过来，把人右边带过来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脚跟手方向是完全一样的，然后可以脚跟后跟踩实，脚尖微微的踩一下，动膝盖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它有一个踏踏踏，腿就是踏踏踏，先低再高，这样慢动作就是这样，像做太极拳那种感觉。二二三四，最后跳高，就是人站直，五六七八，太阳胯，五拉右手顶左胯，拉左手顶右胯，七八，这地方就是踏踏，就是手也是那种很就是很灵活的感觉，大踏踏踏，然后这地方也挺快的，控你最重要。哒哒七八，然后还有空一排，就是哒七八空，你最重要。看我两条腿是一起跳开的，要不是一起跳并拢的，最重要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个 dance with us 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开始是慢的，然后它是一个手背到顶上翻成手心。人也不用很低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个低一点，二二，你可以听到它有个 hands up 的时候，就自然而然上去了。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踩左脚，二二拉回来，三四拉回来，五六胸口画一下，五六甩掉，踏踏踏踏，胸口画一下甩掉，好，接下来。就是一个 rap， 然后中间的部分就是直接向后转，它有一个过渡，摸一下，跨，
往后走，啪啪啪，完全背对着后面，手就是放在你的肚子前面就可以了。然后大概是两个八拍没有动作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呢就是床与人的左边这样一个拉过来的感觉，就是像抽开来的感觉，哎呀拉回来，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原地踩住就可以了，五六右脚，七八左脚，好，继续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还有一个咔咔咔，就是有个咔咔咔的感觉嘛。四二三四，不用很前，就是这样就可以了。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接下来又拉到左边，不，拉到右边的同时收左脚。一二三四五，像打拳一样，五六带过来，就是五六七八，腿和手一起。五六七八，好，甩到左边去。二二，掉下来，三四五是空的。下一个动作三次，六七八，它是一个人往后压一点，腰凹进去的感觉，踏踏踏，像转方向盘一样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左右左，踏踏踏，直接按照下一个部分就该朝右了嘛，我就直接朝右边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倒过来，四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好像是类似蝴蝶的，反正是飞翔这种感觉，所以我们就飞走了，就这样，要收腿。那我们这地方看一下，一就是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交开来就交叉的，好，接下来要拉开嘛。三二，又回来了，这地方也是像同一个平面抹开合起来感觉，踏踏踏踏，五六七八，接下来往在右边走，手就从左边下来，从左往右，从上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从下往上推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换方向，它有一个重心拉高踩下来这种感觉，踏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从右拉到左，从上到下，人朝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边又一样了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下一个步一样是朝右，可能是因为队形的关系，它就是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踏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再来练一遍，好，我们刚刚做到这边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出左脚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踏，就是哒哒哒哒哒，呀，这边就跟刚我们讲一样的，又到高潮部分了。那高潮我们就讲的快一点，踏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大四二三，踏踏，它是，就是踏踏，你对最最重要，就是它有一个类似于起势，起势呢。就相当于前面一个八拍的八搭的感觉，这就是搭是收的，你最最最重要，控你最最最重要，然后也是就是你的手拉最高就可以了，后面其实虽然有高低，但基本上就在胸闷骨到鼻尖眼前这个高度就差不多了，踏踏，好，后面又是来一遍，一二三四
5 6 7 8 2 2 3 4 5 6，好，这个动作人微微的向前倾一下，5 6 7 8 3 2 3 4 5 6 7 8，这边呢有点，因为你在可能需要一些类似互动的感觉，所以可以微微的去点点头啊，什么都可以。扣，你最最最重要。好，1 2 3 4 5 6 7 8 ，hands up， 你们都一样。2 3 4 5 6 7 8，一样一样，画一下，打掉。好，接下来那个部分呢，就是类似像松下的 dance break 跟他的 solo part 一样，然后。我们刚刚停就是停在甩掉之后停在右脚上，所以下一步踩左脚然后上右手，我们先开始1 2 3 4 5 6打，就是5 6 7 8起来，它其实是有点就是那个拍子很快，就是拍子它有种节奏很快的感觉，所以就卡那个鼓点了，就是1 2 3 4 5 6 7 8起来，往左边，2 2 3 4，踏踏踏，那个，它就这种胸收起来，打开，不用很大，踏踏踏，然后做到右边的同时呢，抬左脚，踏踏踏，画一个 rolling， 你看刚刚我们抬了，所以下一步踩下去，直接画个 rolling， 就直接画个 rolling， 踏，好，接下来。一，就是把人多甩过去点，1 2 3 4 5 6 7 8，这边腿有点难记，1 2，先收再出去，5 6 7 8，接下来往前踩一步，手翻上去，人朝正面，3 2 3 4，抓一下，好，5 6 7 8，从两边下来，5 6 7 8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往后退一步，所以先踩右脚，1 2 3 4，这样，就直接退到后面去，直接就站到那个。动作上，手呢画一个圈，1 2 3 4，就是过来着，1 2 3 4 5 6 7 8，踏，这样。所以它其实是因为它是那个毛贵的唱嘛，那松田稍微往后退一步是这个意思，然后我们就1 2 3 4 5 6 7 8，踏踏踏踏，三下，咔。咔咔的干净一点，最后一下收右脚，接下来呢有一个翻的感觉，就是我们刚刚一样的动作，但是呢刚刚我们直接推嘛，现在我们要翻上去，2 2 3 4 5 6 7 8，抓一下，就是先慢慢慢慢慢推上去，一样的有一个高上来压下去的感觉，有一个微微的感觉，踏，抓一下，3 2 3 4 5 6 7 8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停留的时间会长一点，大概差不多会有2个8拍这样子，就是画下来之后呢要等他唱完下一句再1 2 3 4 5 6 7 8，踏，好，看下这个动作，就用左手去扣右脚的外侧，就是有点扭曲的感觉，大大大大，画踏画踏，画第一圈稍微急促一点，踏踏踏踏，它这个打开呢是尽可能往外伸展，最后向下的感觉，就是从里而外的感觉，所以就直接稍微用一点力，然后人的重心往上提，包括你的腿，哒哒哒画上来，踏，人往左边侧一点，踏，七，八，1 2 3 4，1 2 3 4走的是我们刚才的那些歌词，那动作不太一样，但是呢，踩6下。这个踩呢跟我们刚才这个感觉是一样的，就是踩踩带脖子一点，一手不动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踩6下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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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 6 7 8，2 2，先头压稍微低一点，2 2 3 4，抬头吗？手不动，两只手指头。2 2 3 4，收手，5 6 7 8，踩右脚，刚刚我们一直在踢左脚，现在踩右脚，3 2 3 4 5 6 7 8，跳的时候呢这个腿吸得高一点，然后手打开就可以像时针一样90度差不多，然后
记住下来的同时，两只手是从两边下来的，不要这样下来。看，七八，然后从两边下来，七八跳开了，一二就是在下来了，三四一样，等于说我们刚刚这个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没有了第一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在下降，所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样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碰你最最最重要。我们一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空你最最最重要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后面不一样了。先看手，同下打开，合起来，就像一个夹子开关一样。一二三，这样，踏踏，踏踏。刚刚我们手掌变成手指尖，一食指大大，朝里画个圈，踏踏平行，顶上去，下来，脚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说我们翻做到平行的时候是出左腿的，提上去之后收左腿，七八下来。摆在你大概心脏这个高度，再看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七八呢，你不用很着急，说八拍有音到这儿了，没有，七八慢慢慢慢下来就可以了，最后停在这里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你最最最重要的这个舞蹈分解教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教学，希望可以在下面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